得了。其实我还知道 NBA 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三号，现在的詹姆斯哈登。所以现场的观众，哇，想不想在我们今天中国好家庭的现场看一下他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十三号莫艾伦和现在 NBA 著名的十三号詹姆斯哈登现场 PK 对决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 NBA 的著名球星詹姆斯哈登。哈登，对，就是詹姆斯，哈登。哎，好，你好，小猴子，你好，站起来。哎呀，今天我来了。哦，你好棒，羊肉串儿的。对呀，一股浓浓的羊肉串味道呢。啊，这哈登怎么有点萎缩呢？缩小版的，迷你版的。我觉得你就不对，你说的不对。我长个了。对，你刚刚坐那长个了。我长个了。对，你把腿劈开点。对，这样我们就是可以了。你过来，现场的观众不要笑。一会儿请你们吃羊肉串。不对，一会儿把这个球送给你们，上面有他的签名，还有郭导的签名，要不要？好了，来吧，小伙子，我们俩比一下球，可以吗？哦，太巧了，这还有球门。嗯，不是篮筐，要不要比一下，好不好？要吗？哎，要也要大了。先生，您稍安勿躁啊。啊。今天咱们有幸看到亚洲第一控卫和 NBA 第一分卫进行精彩的对决，咱们有请专业的梁老师给我们进行体育解说，好不好？好。来吧，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辽宁电视台演播室欣赏一场精彩的 PK 对决。参与双方的第一位，我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们现在亚洲第一控卫，也是辽宁男篮身体最不好的猛男郭艾伦。好。第二位，令我们感到很诧异，因为以我对脸脸的了解，他的脸皮是不可能钻出胡子来的。好，这是你的教练。你还挺帅的，好，不错。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打败他的。啊，往上走啊，啊，别往上走啊，别往上走。来，哎，嘿，嘿，哎，哎。我们得分了，哈登，哎呀，气得我，哎呀，胡子掉了，不要了，哈登昨晚没睡好，再来一次好不好？再来一次，两胜，你让那个脸脸头一次来，好了，上来，啊，打我，啊，这是个碰瓷儿的，这技术，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这是哈登最强的技术特点了。来，好，好，过人，不对，等一下，我这边，因为这边有镜头，对，好，上篮，走，对不起，我想那个哈登是治不了他了，不是，这个球郭艾伦是技术犯规，两罚一掷，现在你罚篮罚两次，我们看，好，我们那边的罚篮不一样，我们都在这儿罚。真不一定能进。好，来一个球。哎，一看真是火箭队的，真往上使劲，我说。哎呀，丢人了。好。小点声，等一下。小点声，来，郭艾伦三分。我估计今天哈登时差还没倒过来，是刚落地。对，我困了，看你有点晕，我看。这玩意下了飞机就去撸串了。